你说这刘震他怎么想的？怎么想？他怎么想的要把振宝接来呢？这茬没白养他，像我，善良。你还善良？怎么了？你那贼心眼子比谁都多。是，那不是以前吗？我告诉你，把你那心眼子拿出来，扎着都是油条黑的。有那么过分吗？你看，哎，我觉得咱们家日子越来越。 有意思了，除了这么多事儿，想想看，真的意犹未尽，多好。那你说，下午刘震见着玉兰的时候，你说他们会说什么呢？我就说你瞎操心吧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刘震他都再说什么。 他这一辈子，他也离不开你，离不开这个家，我也不离开你，啊！你说，你说孩子呢？那我们孩子不都一样，连在一块儿的吗？你说他会不会也抱着玉兰哭啊？对，你这么想，你他会不会觉得在咱家过得特委屈？哎哎，我就觉得你别这么想，你这么想我都害怕了。 怎么去那么长时间啊？妈，爸，啊，有件事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们说说。先吃饭吧，饭都快造好了。哎，别别别，现在不饿，先说吧，说完了再吃。坐下，别让他说话。我想吧。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找振宝，让振宝住到咱家来。你们觉得呢？难道他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吗？这还要问为什么吗？你不是这个家里的人吗？ 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振宝来了，我也住这儿。振宝如果是真住家里边了，你心里边一点都不别扭。我不别扭啊，我别扭什么？我等于多了个兄弟啊。 平平，这个刘震的意思是说呀，他觉得如果振宝在外边吃苦，咱们看着心里难受，他是好心怕咱们心里难过，哈。也有这意思吧？还有别的意思吗？不是妈，难道你们不心疼吗？ 振宝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，我不想让你们太难受了。我知道你们不去找振宝就是为了我，我没事儿，真的。我先把菜烧一下，爸，没事，爸，你慢说。 你觉得呢？我想知道你怎么想的。反正我想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去找振宝，把他接到这个家里来。 我这是不是自作自受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
你不能反过来想吗？如果孩子真心的话，说明成熟了。那反过来想，那就太可怕了吧。刘真真打算要住校啊？嗯，他是怎么说的？我想他可能是想，如果振宝要是来了，住个一天两天还行，住时间长了，他们该怎么相处？他可能提前做一些什么准备，为我们着想。姐，你也别担心。其实刘振，他之所以给你提这个建议，也说明他心里都有准备的。其实这两个月，我觉得刘振真的是长大了很多，现在是个大孩子，别太担心。对，有的时候遇到事情，孩子就成长了，成长不好就受打击了。我想刘振真的是成长的那种。吃吧。问题是振宝的事情。哎，二哥，我算了一下，你看看对不对？康震，按理说啊，你一个子儿都不应该给他们。对，大哥说的对。喜子，你听见没有？哎，听见了。你看，两位大哥。我下次保证再也不会错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下次出现什么错了，行。跟你们说吧，我有心软啊。来，这么着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要是再有问题，我跟你家没完，听了吗？哎，大哥，您放心，下次要是再出现这种错误，我把我皮挂上，挂墙上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那大哥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走啊，走吧。哎。快点！哎，这边他们走了。行，哎，你说现在这人干什么都玩虚的，这两根木头能省出几个子儿来呀？哎呀，行了吧，人家不是给你修好了吗？怎么那么多话呀？以后咱们再装修啊，可得找个正儿八经的装修公司。咱家还装啊？再装的话，这房子就得塌了啊！我是说呀、啊，等咱什么时候也住上那个一大三小的楼房，咱就花上他几万，啊！以后咱们的这个后半辈子，就在那里养老了。行了，做梦吧啊！魏芝，跟我这么多年。行，老夫老妻的，干嘛呀你？康震，你就是烧包。怎么了这？这就是他们玩猫腻玩线了，不让他们赔钱就不错了。你倒好，还往里贴钱，有钱是吧？哎，有钱给我。哎呦，这怪不得你当辉磊公司的 CEO 呢，你不当谁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这儿太软。全康，这在这儿乱说什么呢？屋去，谁乱说了妈？你康震，甭理他，我瞅你这孩子就仁义。嗨，屋去，走了。别说呀、啊，我都不稀得答应。行行行，哎，怎么了？又说什么呢？嗨，不是，就俩工人嘛，我看可怜兮兮的，给人点饭钱。好小子，是我儿子。你瞧瞧，是我倒是您儿子了。哎呀，就毕阿姨他们儿子，着了，跟俩人一样。啊？他家儿子找着了？啊，正给人当小工呢。是吗？啊。哎，对了，爸，那边那气候干燥啊，你多喝水。
多吃水果啊，助听器别忘带着，每天啊，家里边你放心，好着呢。孟平啊，孟平好着呢啊啊，好，你放心吧啊，哎，好好好。谁呀？爸来电话了，说他那边挺好的，主要关心家里边。哎，问这问那个刘震，问了好多，他怎么样啊？心情怎么样？吃得好吗？我说没事，放心吧，好着呢。在家呢？在屋里的，没敢着的。你呢？你干嘛去了？我去看了看刘亚。见着了吗？没有，他有课，没见着。给他买点吃的，搁宿舍了。你说这俩孩子，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打打闹闹，哭哭笑笑，亲的跟什么似的。你说，哎，怎么这事儿一出，他们俩都很尴尬呢？你说，亲的不像亲的，热的不像热的。两人都不会相处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我反正是撑不下去了。你能的，你老是这么说，其实你能。我觉得你什么都行。我怎么行？你过来，你什么都行。哎呀，平平，真的，有时候我想想这。我都激动的，我想哭。哭什么呀？你说这段时候，你说咱们家经历多少事儿啊？再加上那个周，什么雷声的、钟卷昌啊，不都？手续什么时候办呢？我这不就是一说吗？你别吓唬我，那不是我小心眼、啊。你这么说我都不怕了，真的。你得了吧你，你那是一说吗？我真的是我不好，当时不是想不开吗？你原谅我，不都过去了吗？现在。我还没过去。哎呀，你听我说嘛，真的，现在不管什么事儿，我觉得什么都不怕。我只要每天能看到你，你咋我每天能，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怕。只要你拖着，我就在背后我站着。嗯，你那是要在背后站着？嗯，你看看你这趴的，我后脑累的。这不是没事，真有一出事儿，我就后边，我肯定我在后边站着。你往后看，我就在后边站着，真的，打死都不离开。怎么着，咱是不是该去趟高家营了？你说要这样去的话，那这事一说清，那家里面还不得一锅粥？那两个孩子怎么办？哎，我有一个主意，你先别骂我。我跟你说，咱要不把正宝接回来，偷偷的。啊。哎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？你怎么净出这个？这么不靠谱的主意啊！你怎么给人家孩子偷偷接来？到时候人家告你怎么办呀？不是想提前分担？你以为长大了就没有拐卖这么一说呢？我这就是一说嘛。你这有你这么一说，你还是听你的，我听你的，我都听你的，还不行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这主意都。谁来了？你等会儿吧，你开门。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康震，来，过来，刘哥，来，来。康震来了。哎，阿姨，吃早饭了吗？哎，我听我妈说了，我说过来看看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还不愿意认刘震，他在里边呢。我说你年轻人劝他，我跟阿姨商量说，你们说的话还说明他还能听呢。不信你试试。不，你别劝他，他容易逆反，你就跟他聊聊天就行了。他跟咱们逆反了，年轻人在一块儿也未必。要不你试试？不是合适？合适。不是你不能越劝越试试看啊！哎，你别让他逆反了啊！哎，辛苦你啊！哟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嗯，没那意思。昨晚上，妈跟我都说了。什么呀？甭给我装糊涂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怎么着，连我都信不过？你跟我说说，怎么办这事儿你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啊。就来北京的民工啊，这每年有上百万，都给哪儿找去？你恨不得跟找我似的吧，满街贴告示。是不能贴告示。你上次啊，就是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，你还能回回赶上你？所以啊，我上网人肉搜他。我说你想法真够怪的。哎，你知道人孩子上网啊？
你有听说过现在还有年轻人不上网的吗？你也挺邪门的，你这个呀就使矮下饺子，没底捞去啊。那我也得搜搜看。搜吧，我看看你怎么搜你。那上校友网找找看。振宝，你认识？妈。哎。妈。哎。爸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康震知道振宝在哪儿了？嗨，还他妈什么呢？明急啊，我找找。找什么呀？去什么去啊？哎，这儿，高振宝，没错吧？这孩子又高又壮，一说话那嗓子眼跟低音炮似的，哐哐的。啊，行，我给你打一电话，没事。是那个。走，哎呀，哎呦，扭熟了，扭熟了，你还有，哎呦，哎呦。哎，你耳朵都让你捏熟了。七哥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泡网吧的话，你就回去，别跟着我干活。那我不泡网吧，我干啥呀？回来这么些天呢，一个活都没干，干了一个活还是给人擦屁股的事儿，还不是因为你啊？那算了，我不跟你说。你说你不让我泡网吧，我干啥呀？就跟他们似的。闭上你的嘴！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呢？啊，就你话多。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说，回屋了我。哎，你说你这宝哥，你不让我上网吧去泡着，你让我在这干啥？要我说啊，咱天天也别在这耗着。我那个三叔家的什么大姑家的三表哥的什么小舅子的媳妇儿，好像开了个什么家具厂，要不咱上那儿去猫俩月吧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扯淡了。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去。喜子，你知道吗？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自己说了算。得，那你说的算。快说了算了，哎呀，我也知道你那驴脾气，驴起来比驴还驴呢。那咱就在这耗着，耗着，啊，耗着。嗯，那就耗着。还有多远呀、啊？你婶儿走不动了，我怕他。这不就到了这？啊，就这儿啊？就这儿，就这儿。这儿住在这儿这能住人？啊，这儿能住人？你看，那个振宝呢？振宝。哎。哎。谁呀、啊？哎，大哥。哎，怎么了？嗨，这不过来看看你吗？俊宝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，敬贤叔。哎，我爱人叫婶儿。婶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，住这儿啊？对对对，我进去看一眼。哎，婶儿。一直就住在这个地方。对，在城里我一直住在这儿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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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儿你进去坐，进去坐。别进去了，里边看不清。我怕哪儿你看着蒙住了。怎么住这儿呢？冬天冷，夏天热吧？啊，没关系，习惯就好了。这夏天怎么住？没事儿，不热。哎，坐坐。不了，叔，我衣服脏。你说，在外边干活哪有不沾灰的？你这话说的我心里都，啊，是啊，吃香蕉，吃吃吃。不说我不饿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来拿着。
我真不知道，你说都在这儿工作这么多年了，还好吧？嗯，不太好，城里的活不好揽。我虽然没有什么能耐，但是我还有一些朋友，纪检处有我很多朋友，我可以把一些活介绍给你。不用不用说，那个我们乡下人干活干的糙，到时候再连累了你。不是，我觉得吧，就是，我觉得你到这儿千万别见外，我是认真的。我有朋友介绍给你活多好啊，你好好做，啊，啊，那行，谢谢你叔。哎，吃吧吃吃吃吧。哎，对了叔，我妈来过这儿吗？怎么了？我没听我妈说，城里还有亲戚啊。有，谁说没有啊？有，很久的事儿了，好多事儿我得你慢慢说，我得说好多天，知道吧？有。妈，我，我给你。刘震，震宝，啊，那个，你好，欢迎你来我们家。那你们先聊，我进屋待会儿。差不多大，嘿嘿，是。哎，妈，你看，床铺好了，我就睡这儿，让振宝睡那儿，怎么样？干嘛呀？你还睡你的床，让振宝睡这儿就行了。不就睡个觉吗？一样，没事儿。是睡觉是没什么不一样的，但是。你没有必要非得让他睡你的床吧？没关系，振宝不是吃了那么多苦吗？我天天睡那儿，我睡换个新鲜环境挺好的。吃那么多苦也不在睡这一觉上，没必要，真的。没事，我都决定了，您甭说。哎呀，你这样觉得，我觉得都有点对不起你了。行了，妈，我不难受。真的，你心里不别扭？我不别扭啊，我为什么别扭啊？你没说真话，你心里不可能不别扭。如果你说你心里不别扭，那妈妈心里会很别扭。行了，妈，难为你了。没有。妈，你别这么说啊！我，妈妈忽然觉得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振宝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近的，哪个是远的。妈，你不用为难了，你也不用想太多了。我觉得有你和爸，我感觉很幸福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觉得就算我亲生父母认了我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我离不开你们。好，妈妈有你替我分担，我觉得我的心都松了一大半。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啊！
就那小工头啊。嗯。还有这回事呢，看朕，你没弄错吧？我大小弄错呢。好家伙，这转来转去的，都转到咱们家来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上回进贤大哥到咱家来找他爱人的时候，其实那孩子就在屋里呢。我让进贤大哥进屋吧，他没去，要不就早见面了吗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我想着我得过去瞅瞅去啊。你可别去，人家一家子人好容易刚团圆了，你去添什么乱去？不是，我是说呀，咱家给人孩子弄得跟使唤丫头似的。康震刚才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挺别扭的。爸，跟你说啊，您趁早别去，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啊？这高振宝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吗？啊？哎，那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平时吃饭肯定不是这样的，肯定是。对。来，你婶做的香菇鸡翅，炉火纯青，尝尝。叔，叔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你尝尝，吃吧。哎。嗯，谢谢妈，我自己来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哈，都是自己的孩子嘛，对不对？都是自己的孩子啊。这个哎，我有个建议，俩大小伙子，咱分杆包围啊，一人一盘包杆，怎么样？啊，好，吃。我忘了，第一天来，应该喝点酒。叔，您甭张罗了，我不喝酒。刘震，你陪一杯。真的，我喝不了酒，叔。不可能，大小伙子怎么能不喝酒呢？真的，来的时候我爸妈告诉我说，你出门在外不要喝酒，多干活。还是让表弟喝吧。让我喝。你别喝，吃吧。对，都吃饭，都吃饭。吃啊。嗯。饮料总喝啊。这顿可以，谢谢叔。嗯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吃吧。嗯。那我就敬你跟婶子，谢谢你们。好啊。来，快点，谢谢叔叔。叔，我就先走了，谢谢啊。婶子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孟平，孟平，孩子要走啊？不是说好的吗？住这儿，住这儿，哪儿也不去啊？我住这儿太麻烦了。怎么会麻烦呢？你看你这孩子啊！再说了，这么晚你走了，你不安全。我跟你妈打过招呼了，你要出事的话，我跟你妈怎么交代呢？您放心吧，我跟我妈说，我妈总觉得我在外面苦，其实好着呢。再说了，我住在这儿，我真的不习惯。
兄弟还等着我干活呢，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就这么倔呢？孩子，你听我说啊，要不这样，我现在跟你一块儿回去把行李拿过来，然后打声招呼，说以后我就不住这儿了，就住这儿，这是你的家。那不成，我还是不习惯。你怎么你不习惯吗？啊，为什么总这么客气？为什么呀？怎么了，孩子？啊，我不想麻烦你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叔叔是挽留你，我很有脾气的啊。我问你，你在你们家住着，你习惯吗？麻烦吗？习惯。麻烦吗？不麻烦。那就对了嘛，在这儿你住时间长了，你习惯了也会习惯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振宝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我爸我妈对你不好啊。好啊。啊，不是，那个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是说，你看，我爸我妈这么热情的挽留你，天儿这么晚了，你这个时候走，他们多不放心啊，对不对？而且，你看我床都给你铺好了，你走不白忙活了吗？对不对？走走走，回屋咱们聊去。走。以后啊，这就是你家，你把正常的家别特别。他爸，嗯，来，干什么呀？哎，给我用一下。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两天这个左眼一直跳，跳得我心慌。那有啥事儿？幺蛾子？什么幺蛾子？你懂什么呀？这早的时候，这咱妈就一直跟我说，这眼睛要跳啊，贴个纸，马上这灾呀祸呀全压下去了。懂什么呀你？哎呦，又怎么了？哎呦，手扎了。哎呀呀，你说说这。哎呀，行了，不碍事儿。你看你大惊小怪的。行了，别干了，眼神不济吧，还非要晚上干活。哎呀，这不马上十月份了吗？早晚秋风凉，跟你说啊，咱爸要穿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看你这个人，还说呢？振宝这臭小子，自己的终身大事一点不上心，事儿还多呢。他不说赶紧回来一趟，就知道他在外边挣。看你说的，那孩子不也想多挣点钱？这不是结婚，等着用呢吗？那你这大老远的跑一趟，他怎么说应你啊？哎，振宝，嗯，你洗澡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擦了把脸。哦，其实晚上睡觉之前洗个澡舒服。你要不去洗一个吧？不用了，我们在农村，就擦把脸就睡了。哎，就是以后睡觉之前啊，还洗个澡，舒服。啊，哎。
刘震，嗯，让我们还是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别麻烦了，你就睡那儿吧，我睡这儿挺好的，真的。啊。哎，振宝，嗯，你在城里混得怎么样啊？啊，不怎么样。那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有活的时候就多挣点，嗯，没活的时候可能一分钱都挣不到。哎，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不上学了？初中。那么早？我上学也学不好，我脑子笨，就不浪费那份钱了。没事儿，你睡觉吧你。那你先忙，你也早点睡。嗯。才发现当特务，这活也不好干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这猫腰也听着，30分钟又一动不动。我跟你说，哎呦，腰都酸了。我跟你说，听着，一开始俩人还好着呢，后来打呼了，特香。哎，从门缝那脚味儿真臭，那孩子，我的妈呀，热烘烘的味儿。孩子估计也身体好。哎呀，冻死我了！哎呀，别别别，你这边。什么呀？这是，就放在这里边的。你这都给我坐坏了，你怎么回事？晚上不好好睡，你再睡吧。哎呦，这下你美什么呀？那当然美了，俩儿子一个女儿。哎呦，生活像一团麻呀。我告诉你啊，就他那铁皮房子，夏天太阳一晒都能摊鸡蛋。嗯。孩子怎么住的呀？你就那给他旁边那孩子叫什么喜子吧？什么呀？咱儿子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呢？别，你说人孩子，我没说他不好，我就是说，我十月怀胎怀的孩子，沦落到住的铁皮房子里。我跟你说啊，要是女儿，我肯定受不了。儿子嘛，大小伙子锻炼一下。锻炼那，因为你上那儿住去。我以前不也是家里？你上那铁皮房子里，明天我就给你收拾了。你上铁皮房子住去。现在我不敢，那孩子在炕头多好啊。嗯，咱怎么把他留下呀？这孩子自尊心太强了，怎么能把他留下？问你呢。我不在琢磨吗？你琢磨什么呀？你这脑子根本都不带动的。哎，怎么留下？我这问你，你看你琢磨，你琢磨怎么？你问我？你坐的时候能不能集中点？你看什么？你看他干嘛？什么？
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这叫当代设计，明儿将来振宝用得上的。他现在就搞装修，你想想他这，咱装修房子吧。你没事吧？咱家这房子可都是我的功劳。当时孩子小，你没时间，我都自己设计、刷漆，都好多，也没说你这猪头。你以为我真是要装修房子啊？啥意思？你直说呀你。振宝干的就是这个职业，你说你用什么借口把他留下？他那么自尊心那么强，就让他装修呗，省得孩子觉得咱在施舍他。咱客厅可以装修，这屋里咱先不装，客厅可以装啊。那么大客厅得花多少钱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对，你说这样子也好，孩子留下来，他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。你怎么那么恶心呢？你说你不是我，这当时不是。那你怎么就说到钱了呢？等于把新房把儿子留下来，多少钱我都认。是是是，问题是你装修把新房子给拆了一样子，行，听你的。装修，我说你对他你别太客气，一客气就像你给你爸可以顶嘴，我能顶吗？所以你一客气之后就有距离，你该你还少顶了，你还少顶了，你我告诉你，你别觉得你在我们家多委屈，你在我们家委屈着了。我每次顶完不都喊爸爸吗？是吧？我说，你在我们家委屈了吗？没有。谁委屈你了？我哪有委屈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烦你着呢，你别在这儿腻腻歪歪的。每天我看见我爸爸爸爸爸爸爸叫的跟什么似的。哦，合着你心里头还是觉得别扭？谁说的？我叫爸爸可是发自肺腑的。我跟你说，睡吧，啊，明儿我新的一天开始。你连良心让狗吃了呢。哎。